第三题，下列哪类性格类型有助于出租汽车驾驶员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？当然是 B，遇到紧急情况头脑冷静、处置果断。A 呢，说是没有监控探头的时候侥幸违法驾驶。C 说遇到道路拥堵时情绪烦躁、长鸣喇叭。D 说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时不容忍其他车辆超车。很显然，这 A、C、D 都是不靠谱的。